何时只剩下一个科隆了，加油！科隆现在四期，韩国 Laser 23岁的小鲜肉啊。好了，升一段，带了一气。雷莎的首发，西亚社还在挣扎，何时拿到赛点？但是没想到刚一上来，被对方打到一个一穿三的不利局面了。连续两个 CD 压制，进攒别的，没有堵住住。OK， 现在对局来自于韩国 Laser 对阵中国何时，好的，双攻带两剑，开枪，枪决他。库拉只剩一次血，又是一抢生龙。都剩下了科隆了。哎，对方抢生龙居然开枪盒子乱动了。但是大家看没有，这个伤害真的不高啊。真的不高。对方两气合持一气，飞腰腿是无责任的技能。那现在跳 CD 扣康，得起身，下盘轻腿没点到，合持日接后 AB 回避，骗对方出前跳，下中黑偷袭，这对方马上打满三气了。合持主升龙 ES 龙没打到，被对方绝板没了，双方打平。韩国雷神对战中国合吃，现在是双赛点局了 ，S 局了，谁输了谁回家啊？谁输了谁被淘汰。其他社面对的是合吃。老二太喜欢跳压了啊！重拳打点太高了，对方硬直完全没有硬直了，被结束了。好了，老二回针偷下盘轻嘴，没偷到。战力飞机偷袭前逼，赛后这多少钱一个对车冲击，超杀追上去做一个前一追加，导致对追加前再来个这样，骗对方出招，但是这个没有点到，对方距离太远了，扣不奖励放在屏幕下方都写着呢啊，你们可以看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。洛克出手了，大跳飞机出康，没有没追加上去啊。假设继续得下段偷袭，现在何时没乱动，重拳雀板，你提前预判对方的下一步的操作了，但是预测对的话那就是一个故事。老二说又会骂街一诺，嗯，好了，重拳击确认滑闪之后，洛克赶紧拉开距离偷袭一个表拳，对方小生龙雀板，何时起身抓头，被对方第一时间解头了。血量上来说何时在一个优势，但是现在不要，你看果然啊，我刚想说不要乐观，对方果然发起反制，现在何时被关厕所了，前中再抓一个飞头，还有不到200血，110的血量，何时大进攻，这是个无尊的一个技能压制，现在库拉前中偷下盘轻腿确认，哎呀，主播能把中间图标去掉，去掉了又是一个图标，兄弟啊啊，反正中间这个位置总有一个图标啊，去了它还有另外一个图标，不影响看的，你盯着这图标干嘛，我根本不看这图标啊，我现在眼里没有这个图标，我不知道你看的哪个位置啊，兄弟啊。哎，这局了，谁赢了？心中雾马，心中雾马。Nice.
记得关注再走哦。